什么？捷运站竟然能借钱？我昨天搭捷运的时候竟然忘记带钱跟悠游卡了，后来上网查竟然发现可以跟捷运站借钱搭车哎。后来我再去服务中心询问，站务人员跟我说 Apple Pay 或 Line Pay 也可以买票，后来我就用 Line Pay 顺便买票搭捷运了，也太棒了吧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借钱搭捷运的话，需要携带证件，之后在任何捷运站还钱都可以咯，但只要没有归还记录，后续就不得再使用这项服务咯。感谢北捷，赞叹北捷对忘东忘西的人实在是太友善了，赶快分享给朋友知道吧。还知道什么捷运冷知识吗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。这是胖胖风声日记第43天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